在海的远处，水是那么蓝，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。同时，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我一直都想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这水声太大了。我说。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。哎呦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哎呀，我越下越大了，一会儿再说。走走走走走。在这美景里听雨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有什么意思啊？下雨了就不能什么？
反正就是不好。现在连我最想去的香樟树也去不了了。谁说去不了？我带你去。准备好了，一。永远都不分开，你愿意吗？哎哎，醒醒！做梦呢吧？说什么？嗯？我，你保持这个姿势，别动，别动，哎，转过去，别动，我拿个道具，马上就回来。什么道具啊？林静，林静，
内部柜啊。林叔叔。哎，薇薇。林静呢？刚从这儿出去，上后面去了。你向那边去看看。哦，谢谢你。这么没礼貌的，不叫叔叔阿姨啊？没事。叔叔阿姨，慢慢吃。林静。事儿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保持那个情景，在那站着等我吗？现在回来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你刚刚看什么呢？我呀，与你无关。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与你无关。哎，给我相机，给我！不叫我看。啊！说过，和你无关。结束了。从婺源回来，林静似乎忘记了婺源的不快，笑什么？而我也早就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。又无忧无虑，和林静厮混在了一起。薇薇，薇薇，哎，二庆，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吗？啊，林静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。哎，等我一会儿。你在同一个城市上学吗？等我一下啊。
放水。行走的不错棒。大象腿。你好，我是土木工程系的，你们是接待的师兄吗？别给师兄添堵，走。快走快走。干嘛这么凶啊？我说咱都蹲了那么久，这传说中的大明什么时候来拯救我？谁？怎么样？到哪儿了？是不是他？我查查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这翻拍几手资料了？别吵！肤白、貌美、大长腿，就是他。哎，同学，你是新生吧？嗯，我是啊。哪个系的？我啊，我土木工程的。土木系的，哎，算是我的师妹了。哎哎哎，就我们的师妹了。哦，两位师兄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这是我的名片啊，我叫张开，字天然。以后在华东建筑大学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啊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背面还有个人爱好。啊，张开啊，你哪张开？我哪儿都能张开啊。哎哎哎哎，我叫工程，功成名就的意思，你也可以叫我老公。哎呀，叫他陈公公啊，陈公公，陈公公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哎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，保证帮你办妥啊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走走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给师妹拿行李，快点！瞧你那怂样，快点！谢谢师兄。那个师妹，走，我带你学校转转。走。哎，师妹，我们华东建设大学怎么样？漂亮吧？哎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。哎，慢点儿。谢谢师兄。怎么样？啊，谢谢哈，再见。这不是我们系吗？哦，哎，哎，我们也是建筑工程学院，我们来接你也是一样的，你不用理他们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哎，看这边，看这，看这，这就是我们学校巨大的草坪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快看啊，还有这红色的建筑。上面有三个字，看见没有？图书馆，这是我们学校标志性的建筑，有100多年历史了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许公子，谁让你们在这欺负师妹的？哎呀，疼疼疼疼！知不知道错了？知道错了，还敢吗？不敢了，滚！啊，还不快走！切！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让你受到惊吓了，来，师哥送你回宿舍。谢谢许公子。别听他们瞎说，你就叫我许开阳好了。你好，开阳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妹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学校坏人可多了，你一定得小心，知道吗？师兄，你好帅啊！哎，你平常在学校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吗？哎，其实我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完美，我还是有很多的心事。因为作为学校的校草，当然。我自己这么夸我自己确实不合适，但是大家给我这样的称呼，我也确实很不喜欢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学校里的学生都那么喜欢我呢？师兄，你真幽默。哎，算了，不聊我了，聊聊你。哎，师妹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哎，小心。
真是人才辈出啊。冒冒失失的一定是新生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你是哪人来着？哎，我来帮你记啊。哎，师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哎，你等等我啊。我帮你拿吧。哎，不用，这点重量，小意思。郑老师，我刚才忘问你，我觉得呀，你这个名字特别特别，哎，是不是少说几句话？不信啊？特别吗？特别啊。软。那应该是什么？我不姓阮。你不姓阮？那你姓什么呀？我姓郑啊。姓郑。女神，是你冒牌女神了。你啊，还有箱子。我跟你说，这东西是违禁品，禁止使用啊！拿着，乖啊。我，你是郑薇吧？你好，我是黎薇娟。啊，你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来，你看，你跟阮管的照片是对称的。您看他这个，旁边的小帅哥100%是他男友。冤家路窄。哎，听你这语气好像有故事啊，快说来听听。哎呀，没故事啦，我看就是他学我。拉倒吧，人家早就贴了。现在咱们宿舍就差朱小北了。我听说呀，朱小北他们家是213宿舍的大美女们，我来了！这是女生宿舍。我就是女生啊。哎，是你啊？是你啊，小美女，朱小北。我是郑薇，我是大美女，李薇娟。你好，哎，朱小北，这个是你的床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咱们去食堂吃饭吧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快收拾吧。哎，好了没？快点儿！别醉了，照着呢。哼。什么呀？我今天去食堂看了，根本就没有合我胃口的菜，还好早有准备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电锅是宿舍三令五申的违禁品，你不要连累我们呀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事一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很有团队意识的，不会出卖队友。队友？对啊，一看你就没打过游戏吧？
一点团队意识都没有。这样吧，改天我就组个队，然后咱们一块打打网游。哎，咱没有那么闲的。你也喜欢玩网游啊？我也喜欢，改天咱俩一块玩去呗。志趣相投呀。嘿，一会儿跟我一起吃面。哇，你这么好啊！嗯嗯嗯。你喜欢李宇春啊？什么？不是，你也喜欢李宇春啊？我喜欢周笔畅。嗯，周笔畅也挺好的。哎，以后在宿舍只能放周笔畅的歌啊。我看见天空很蓝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。我的天！战威，我跟你说了，这电锅不能用吧？要是宿管老师知道了，我可要实话实说啊！不是我，插头都还没插呢。哎，兄弟，搞定，走！哎，等会，这能成吗？我老陈跟人打赌，从来没输过。哪个宿舍用电锅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下面都跳闸了。我知道。赶快给我交出来！我没用。嚣张嚣张！宿管大妈来了，快快去！把身子转过来，手里拿什么东西？你们二幺三怎么搞的？不让用电锅，不让用电锅！新生训诫教育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都白说了是不是？电锅交出来。老师，我没用，这停电真的不怪我，我插头都还没插呢，真的。这面都在里边了，你是不是想用这锅呢？性质是一样的。嗨，宿管大妈，宿管姐姐。他是刚来的新生，不懂事儿，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他一般计较。来，喝瓶水消消气。真的真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保证。不懂事儿，你们可都是大学生，新生宿舍又不是只有二幺三，出了火灾谁负责任？老师，老师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上座报去。老师，我早就说过他了。给我写份检讨，明天叫你们的年级负责人来见我。老师，您慢走。看什么呀？走走走，看什么人呢？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能用吧。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我这插头还没插上，这停电能怪得上我吗？你这是倒霉了。哎，我刚刚看见宿管老师拿了一个电锅，是谁用电锅，然后把宿舍弄停电了吗？你问他。喂，我找林静。林静她不在。又不在？哎，怎么就又不在呢？前天不在，昨天不在，今天还不在啊？那天明明跟她说好了，我一到沪江她就来接我去吃好吃的。他怎么可能不在呢？是不是你没告诉他我今天到啊？是不是你没告诉他我的列车时间？没告诉他我是谁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没有。不可能，就是你，就是你没告诉他。我警告你啊！你一定要告诉他，鱼鱼面小飞龙来了，他的大王来了，你让他必须立刻马上给我回电话。啊！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把你气成这样子！哎，是不是给照片上的人打电话呀？我看你的照片上写着“玉面小飞龙”，他叫玉面小飞龙啊？我才是玉面小飞龙，我！你就你妈喊什么呀？多少点钟来电了？早上。
阿姨，修好了。哦。哎呦，张开啊，你还有这本事啊！哎呀，我们的电工啊，今天刚好休息。要不是你呀、啊，这女生宿舍呀、啊，要黑一晚上了。阿姨，就是跳闸了，看来有人使用大功率的电器。可不是嘛，就是他们宿舍的人。阿姨，我们寝室的同学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您看，现在灯也亮了，要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把电锅还给我们行吗？阿姨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灯都亮了，你就把锅给人家嘛。是啊，阿姨，原谅他们吧。哎，行了，去我房间拿电锅吧。不过你可得保证啊，下次可不能再用了啊。谢谢阿姨，我保证下不为例。来师妹，鄙人张开，字天然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事情，一个电话帮你搞定。谢谢师哥。你看我都帮你把锅要回来了，跟我拍张照呗。关老师已经同意把锅还给你了，我答应他，你以后不会再用了。你说好了。嘘，这个啥玩意儿呢，美女？我说呀，还真要谢谢我们的阮姑娘了。哎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我会不会把这个锅借给别人啊。你们都知道的，我呀，特别的善良。我怎么感觉有无形刀飞来飞去的呢？哎，刘月轩，我刚刚听你说《玉面小飞龙》，你也喜欢周星星啊？什么周星星啊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《玉面小飞龙》就是周星星在1993年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边，唐伯虎对四个采花大盗说的台词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这要不是阮姑娘提点，我还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。啊，这个要我说呀，咱们呢是把青春都给了周氏一族，这个周星驰的电影，周杰伦的歌，周树人的背诵全文，有点冷哈。看看看看看，你看见了吗你啊？你们都看看。哟哟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当时他一回眸，对我甜甜一笑，然后用他那娇滴滴的声音说了一句“谢谢师兄”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都甜到我心坎里去了。得了吧，你老张啊，他都把头转一边去了，一看就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就是，你们懂什么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第一个和建大这一届女神合影的人。好。老张，为了庆祝你旗开得胜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来，对对对，再接再厉，加油！李维娟，能不能快点啊？洗了半天了。不对不对，哪有半天？我看也就一个半小时而已。喂，宁静吗？不好意思。我找阮
8点半宿舍就没有热水了，你快去公共浴池吧。李文谦，回来！啊，我们寝室的室友都特别好。谁哭了？新来的。哭什么呢？你谁呀？干嘛呀？他叫周大龙，大一新生，刚搬进来的。你哭什么呀？师兄还没给你开会呢。爱上阿玛了。真没出息，还叫大龙呢？我看你叫大虫得了。真是。咋没见着？我们寝室还有高材生呢，装什么装？他自以为是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公共浴室。变态，这是男生浴室。哎，老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啊，某几届啊有一个师兄啊，就是因为啊生女生浴室，结果呢就被学校开除了，一辈子啊都是污点了。有人，里面。是你一个人吗？是我一个人，不然呢？怎么可能不行？我一定要看到他到底是不是。你们要干嘛？走走吧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不是，哎，明明看着他进来的，眼花了。我眼花，你眼花。哎，怎么就他一个人啊？那女的怎么没出来啊？哎，要不咱算了吧。不行，搂草打兔子，跑了一个陈小正，我要逮住那个女的，我进去看看。都怪你！